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 OK，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示范，就是如果你红酒啊软木塞如果断掉该怎么做。这里这段呢其实很里面，对，那我现在就是要用就是超市买的竹签，然后来开这瓶红酒。你需要准备三样东西，第一样是棉布，可以用豆浆布或者是棉手帕来取代；第二样是把软木塞红酒工具，可以用竹签来取代价格昂贵的红酒工具；第三样是红酒杯。首先就是先准备一般我们在超市买的这种竹签，这样的竹签，然后我们尝试用竹签这样子穿旁边，像这样子刺穿红酒的旁边，然后我们尝试用三角的方式，就用了四根竹签把它戳出来。好，因为里面可能红酒还是有木屑的关系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过滤法把它过滤出来。喜欢我的影片
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